原标题：对越作战罕见硬仗，当解放军王牌部队遇到越南王牌军情况。是这样的，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一场战役，可以说是硬战中的硬战，能够称得上是自中东战争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战。我军坦克部队之间的默契配合，出其不意地狠狠打击了越军。我军在中越边境集结的时候，双方心里都清楚战火一触即发，但越方指挥官文进勇认为，越南要担心的是同登到亮山战区、高平战区和老街战区、沿东安保成群各种火力点辽阔风波，隐藏在荆棘里的战壕坑道纵横交错，无数工事和火力点上下相连，火力交叉。文进勇认为这套从中国老大哥学来的防御方法稳如泰山，可以说是知己知彼，稳操胜券。当初文进勇在北部第一军区总指挥部聆听作战参谋长黎雄都的报告时指出，高平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刘道农、朔江、茶陵到重庆的正面防御。由于这些地区岩洞、涵洞、隘口、峡口层出不穷，大小山岗重重叠叠，易守难攻。他下令朔江越军应准备侵入中国境内，以求吸引中国军队，从而达到杀伤的目的。展开全文战术方面，由于东西一带接近亮山地区，没有坦克行进道路，故他部署了大量的以高射机枪为主体的防御工事群和火力网，在高平北部，在由朔江到重庆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挖住了纵深达5到10公里的反坦克伏击圈，由隐蔽了不同性能的武器逐层部署，其中以反坦克武器为重点，近为轻重机枪，远为平射炮和高射炮，组成三炮一组阵地，加上岩洞和山脚各处工事中的冲锋枪。他们认为这些交叉火力